每场收十万，袁家敏登台赚到笑啊！袁家敏入行六年，上年凭住电影《黄旦戏》，国内更加大有市场。内地嘅登台数由10万蚊起标，每个月平均就跑四场，收入不知几和味啊！咁好玩，袁家敏即时由中环唐楼搬到半山豪宅，每个月俾紧40000几蚊租，眼都唔眨啊！虽然袁家敏好有登台经验，但系唱功就麻麻啦，不时走音兼唔记得歌词啊！不过江湖经验够嘅佢就正甩尾啦，唱到唔对路就即时递咪俾观众玩和唱，顺便搞下气氛都咪话唔醒啊！唔讲咁多，即刻去边。